们要送便当进来的。将近300个素食便当送进高雄左营行政中心，真的很感恩我们慈济的师兄姐，总是在最需要、最困难的时候主动帮忙，这个是非常难得的。谢谢那个师姐们的用心，给我们这么一个色香味俱全，然后又可以让我们为疫情来共同来祈福的一个如数的一个机会，集大家的善念，对这一次的疫情一个祈福的。区公所人员忙于疫情纾困，慈济送上素食便当来鼓舞。在跟他们互动的这个期间里面，我们发出了这样子的善念，我相信他们也收到这样的一份那一种感动，让大家也看到说我们在这一次疫情当中所做的点点滴滴，能去让更启发更多人的善念。他欢迎带着家人啊、先生女儿可以一起来。还在早市推动素食，期盼更多民众如素护身，让善念共聚，疫情尽早结束。大新闻真善美志工高雄综合报道。